有请霍建华。这个是结婚了，那个是有孩子。那做这个。妈妈对新人满意吧？你们俩是啥时候谈的呀？我想问一下，吴哥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？那是个好爸爸吗？应该会是吧。如懿传，你觉得这个人物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吗？压力蛮大的，因为是演乾隆嘛。其实拍清装特别舒服，就你不用去打理头发。对胡哥怎么讲？叫他加油啊！胡哥加油啊！霍建华这样的加油。对对。周日全新内容，未来戏剧台金星秀。